我们是泰国留学生代表，我们来自松好王景大学普吉分校。泰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风俗，我们将向你们展示泰国拥有丰富的文化。泰国有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、东北部四个部分组成。这个是北部的钟树，这个是中部的钟树，这个是南部的钟树。我们从古代开始就有国王，泰国的人们都很尊敬国王，认为国王是普度众生的神。这就是有关泰国的美，有关泰国的故事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我泰国的美丽舞蹈。สุขให้ปวงประสบกรณ์และนี่คือ